do is dedicate whatever small actions of positivity that we can perform. We can take up these people in our minds and dedicate our actions to them and hold them in our hearts and make aspirations for them. I think that if we do this, then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some benefit and some power that arises from that. So when we hear about bad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we shouldn't just interpret it as a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coming at us and knowledge of a bad event that we are gaining. But we can interpret it rather as further encouragement to our own heart and mind for developing positive qualities. Thank you. 林英主持人,特别是今天的节目,大家都应该是要,林英主持人应该给,特别参谋了,都去学习,可能去学习。Lesson. So that seems to be all for this evening, and I would like to once again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乐务教演集》。孩子，现在很多父母都不跟孩子讲道理，孩子要东西就给予，我觉得这是在助长孩子的我慢。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的我执会像牛角般越来越坚实了。功课，不要把修行当作功课。有些人太在意数字而拼命赶功课，结果数字是进步了，但心却一点都没有改变。修行的重点是看信心的增加，而不是看数字的增加。功课不是做给
上师看的，而是给自己看的。功德是要献给自己的，重点是心性。比如有些人太在意数字，做100000遍四加行，累计了很多个零，心性却没改变，结果还真是得个零。相互依存。身为佛教徒，我们相信一切生命是相互的依存，有我才有他，有他才有我，所有生命都是同样的珍贵无价。并不是说因为大象身形巨大，它的生命就比蚂蚁来得有价值。虽说它们形体各异，但它们的生命却同等地重要。在自然界中，每一个生命体都有它独特、无可取代的作用。愿力，悲心就是真心诚挚地负担起众生的苦乐，以一己之力肩负起利益众生的责任。为了一切众生，我要遣除他们的痛苦，使他们得到快乐。其他人不用操劳，我一个人就可以承办利众的事业。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和愿力。快乐，我认为快乐的真实修持口诀是：对于你所拥有的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你做得到，那么
这即是快乐的基础，也是快乐的要点。慈悲心，永远不要放弃慈悲心。慈悲就是愿意永不放弃众生，要热切地包容和爱护他们。正念，我们必须无时无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可以这么说，具有正念觉察，便是活在当下。关心，如果我们愿意看众生的苦，那你不会满足于只有自己过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因为这些帮助不了别人。因此，你会想尽办法去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真心发自内心的关心别人。如此，你才可能得到满足快乐。这其实一个佛子菩萨应该有的行为。
悲心。什么是大悲心呢？就是因为看到了众生的痛苦，心中升起强烈的念头，如果他们能够远离这些痛苦该有多好，并且想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大悲心不是光坐在那儿想，大悲心啊，我祈求您在我心中升起，然后口念嗡班扎萨玛雅，外加吹打一些法器，这样是不会升起悲心的。恶行善。噶当派格西有个传统，做恶就捡一颗黑石头，行善就捡一颗白色的小石头，一天下来就知道自己善恶业各做了多少，晚上清点，发愿明天比今天更好，明天的白石头要比今天更多。一个修行人就是要让自己不断的舍恶行善，如果一成不变总是老样子，这样不算修行人，就算出了家也没多大意义。铠甲是否坚固，要上了战场才会知道。珠宝是否珍贵，要看它在夜晚是否会发光才知道。修行是否稳固，要在面对境界时才知道。
论在工作或生活当中，你都可以修行。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观察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可以慢慢地改变自己，或者调整自己的心念，或者与人相处时，你会试着运用佛法，随时观看自己的心，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功课，这就称之为佛法。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1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1005年5月21日起至1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慈悲置业花莲中心特为病苦众生祈建21日药师法会，恭诵药师经，持药师咒，每日点灯供水药供及甘露施食，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日期4月15日起至5月5日止，时间每日下午1:30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0383116730，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员义工，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洽询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6或06-2716-612，洽询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衣，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护持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